由台湾独立团队 Nice Games 研发的 VTuber 大师将在2024年的4月8号正式上市啦！你有好奇过 VTuber 的生活吗？在 VTuber 大师内，玩家将扮演经纪人的角色，来培养三位个性截然不同、特色鲜明的 VTuber 们，协助他们安排周表，解决各类大大小小的事件，度过各种的难关。他们想成为 VTuber 呢，有很多的原因，可能是单纯喜欢唱歌、喜欢打游戏、喜欢画画，想要跟人分享生活，也可能是不擅长社交，想要练习社交，或者是逃避现实。游戏中有多种的剧情等着玩家们一一解锁。培育完成的 VTuber 呢，也不会消失，他们可以作为其他 VTuber 的同期生一起出道。除了可以获得额外的能力加成外，玩家们也可以体验到不同同期生间的互动剧情。不管你踏上这条路的初衷是什么，我们最终的终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成为受到观众喜爱、能够独当一面的 VTuber 大师。